我应该跟他讲一下我骂了他妈妈的事吧，但我讲了他应该会生气吧，但是执行长人这么好，应该不会真的生气吧。可是那是他妈妈哎，如果有人骂爷，我一定会发脾气的。我绕公司外面一圈好了，单数部就是今天说，双数部就是明天说。林安安，你在干嘛呀？明天说，说什么？你什么？我跑到你家骂了你妈妈。哦，难怪。你妈妈迁怒你了？也没什么迁怒不迁怒了，反正不关你的事。他骂你了？也没有骂我了。该不会又像小时候一样不小心打了你吧？啊，李安安，你不用再同情我了。有些事情我本来就改变不了，而且我仔细想过了，可能我本来就适合一个人吧。反正一个人也没什么。难道是我要下太猛了？执行长，怎么？行不行？我来保护你，我不会随便拿东西砸你，也不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。你需要的时候，我都会在。你每个生日，我都会陪你，不用勉强自己嬉皮笑脸的。你装模作样或不装模作样，我都喜欢你。你做你自己就好了，行不行？然后喜欢我一点，行不行？好棒棒啊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。挥别错的才能跟对的相逢吗？连在一起都没有过，哪来的分手快乐？现在是怎样？刚刚说的，
情是骗你的。我妈没有对我怎么样。可是我对你妈妈没礼貌。那这个倒是让她有点不开心。那怎么办？而且我妈不喜欢没礼貌的人。那我怎么办？而且我刚说的其实都是骗你的。要骗我？你不是说要让我做自己的吗？我以为你只是被压抑太久，内在还是个沉稳的执行者。那看来我们两个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貌合神离了。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跟彼此相处，不用太多，一天24个小时，一个礼拜7天，一年365天，全年无休，这样子，我们应该对彼此就可以有点基本的了解。